近日《我是歌手》正式播出了，也引发了网友们的一阵热议。其中就有一位名叫洪涛听了想喝水的用户爆料了，称第三名补位歌手就是薛之谦，另外的三位补位歌手及经纪人的名单也随之曝光，其中直接透露了补位歌手都是男选手。这位洪涛听了想喝水的网友在网上一直能提前爆出较为准确的我是歌手的料，大部分网友都默认其即为洪涛导演本人。据说杜海涛带华晨宇，张大大带李玉刚，至于沈梦辰嘛，大家应该也猜到了，是带的薛之谦。这个消息一出，可是引发了网友们的议论。在这消息曝光后，得到了大量网友的回复，纷纷称要进行举报，拒绝看劣质艺人的表演。不过最近沈梦辰发了一条微博，意思是要开工了，难道这是向我们暗示着什么吗？薛之谦真的要加盟歌手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